Nine. Come here. Hello, Fula family. 很多人在问说，我跟 Jamie 这两个礼拜封国在家里要吃什么？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餐好。Hello. Hi. Hi.Okay, for 早餐呢，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都差不多一样，都是吃希腊 yogurt。后面有人咬我。这个是 low fat 的，高蛋白，脂肪低。然后其实 ingredient 蛮多的，你们看一下。Greek yogurt 我会配一些坚果，还有一些 wheatgrass powder。这个是让那个肠胃比较好的，非常的健康。还有 chia seeds。这个也是那种 super food， 还有火龙果，我的最爱，红色的，跟一些干果。最爱。然后 Jamie 正在 prepare 我们的午餐，基本上我感觉我们每天都是在准备食物，right？ 我们那个早餐完了之后就是搞午餐。OK。Make some breakfast. One for you, one for me.Yogurt 加一点 pumpkin seed 南瓜子，再加一点蔓越莓。47k。给一点 nuts。算得好辛苦哦。姑娘在说什么？这个我超爱的。最后我再加一点椰子奶，我们的早餐就 set 了。Breakfast of champions. Here you go, darling. Thank you. 你就可以配你的戏，因为我们在家里就只有看戏。这个时候 Jamie 就看他的戏，然后我看我的戏，因为我们喜欢看的戏不一样。What is the drama you're watching? 大明风华。大明风华，然后我看的这个是 Heavenly Sword Dragon Slaying Saber。天屠龙记，明明是五个字可以搞定的东西，要写那么长的英文名。这个就是女朋友跟男朋友准备早餐的差别。什么差别？我的水果都会剪小小粒的，你这一大块的放进来。对啊，我学的要大口的给你吃啊。看完这部剧，如果你的华语有进步的话，我请你吃饭。OK， 我要吃 curry。到达午餐时间了 ，Chef Jamie cooking the chicken mission， 上面加一点青菜、鸡腿。昨天的葱你是丢掉了？没有啊，在上面。Bon appetit， 这个是什么汤汁？药材汤。药材汤米线，我来尝尝看。Pretty good， 我觉得可以加点辣椒，有点淡。那就故意用淡的啊？难道你还要吃鱼翅吗？ What？ 好吃，这个辣椒厉害。丢掉，不要吃。有没有很像那个饭锅厉害、啊？饭煮的刚刚好。Yeah。那饭锅很厉害。我可以很庆幸的说，这个 lockdown 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包 Maggie 面。Okay. 过几天就要吃了，因为太快没了。Oh no. OK， 我们晚餐见吧。So sad， 这就是闭关的生活。小妹，上来，再给你 trainer 哦，这个不好吃，我跟你说。Come back here.想干嘛？拿来，拿来 ，Come her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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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很努力减肥的样子。嘿、hey, ，我们最近在运动，我们 trainer 看到你这样子了。你就不要吃啊，你就看我这个不好吃哦。Okay, I tell you, 好肥。
What the heck, yo? Oh! I bet this is no good. 掉地上了，不用。Coronavirus again. 喂，他把门关上。喂 ，baby， what the heck you？ 是不是在门口吃那么大声 ？ASMR。好，你自己在里面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吃。真的是 ，What do we have here？ Oh， What do we have here？ Oh， Macaroon。怎么样？怎么出来？干嘛？我宝贝，你吃你那个 chips 啊，我可以吃一点 macaroons 啊。这个什么啊？把 macaroon 拿走，我却放在这。真的是，我吃够了。我们现在不能出门，食物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会抢来抢去。嗯，我吃够了。OK。我已经吃了半包了。这时候呢，喝一包 chips， 看个戏。This is the life, yo. Wait！ 你干嘛？还说不吃？你看看那 calorie， 吓死你。2000卡，恭喜你！哎，准备晚餐，咱们有鲑鱼。Professional。Let's do it. 期待期待我们的 Chef Jamie 晚餐又是个丰富的一盘呢。Over here we have 鲑鱼，上面还有这个 Italian herbs。我们这个沙拉上面有 nuts, potato, almond， 好像跑到了什么高级餐厅一样，厉害哦！我等一下洗干净一点。我在这边夸你，你给我这个脸色。什么啊？早上的早餐的碗是谁洗的？还是我？又没有跟你计较，计较。Very nice， 刀哥。哇、oh, ！How could you? How could you? I trusted you, Jamie.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回到我们老位置啊，看太多戏了。Brilliant！ 我要吃我的鲑鱼了。哦，烤得刚刚好啊。你打广告吗？打广告。这个 Jamie 餐厅超棒，五颗星，不会说太熟，还是很 juicy。Brilliant Michelin 5 star. But it's a little sweet. 因为加什么甜的东西。Chef Jamie 要不要介绍一下？介绍什么？看到了，人家常常会问你 ingredients 啊。就只是菜，然后我刚刚 dressing 把这个叫什么 nectarine 桃子的一种啦，然后把它放进那个烤炉里面烤。然后就出汁了，然后就再加进去，然后再加黑醋。我们这个是有一点温的沙拉，因为这些都是有烤过的。Yeah， 还有 baked potato。Yes。再加点 nuts。Basically， 这就是我们这几天吃的餐，都是 home cooked meal， 跟一般没有什么差别。觉得也没有说很痛苦，还是可以享受美食。跟一般没什么差别。
我是说很享受的意思呢。你煮的让我没有感觉到我被世界隔离了。难道我要说不好的话？你还说什么？你还说什么？介绍到这，如果你们还有什么 idea， 我们在家可以拍的话，请推荐。然后记得我们关注我们的 IG at Jamie Wang， 下次可以直接 inbox 他 recipe， 他会很多很多种菜 at the Curtis Room。That's it， 我们闭关继续吧。See you later， bye。